搜吗？我给安排。饶过我吧。你应该让我去扮演那个吉祥物。你不用上胖子。你不要现在觉得我每句话都有。每句话都开车。 表白给我，谁给你表白拒绝了？
下一条朋友圈的照片吗？这个牙是挑的，要烤瓷，烤瓷是要磨掉的。我是贴片，所以不用全磨，就磨了一层皮。贴片薄皮？贴片也是它很薄的那个皮，不像是。很薄的贴的，他说都是说终身，但是老了，因为你的牙结构会变，其实会有些不同。跟全冠差不多，全冠就套一个。我得先矫正。你矫正完了。牙非常好，可以做我的牙。漫长的一天。看到也不知道。
篮球表演赛的解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篮球篮球比赛解说吗？对，我之前也有过，但是就是说没有像这么正式的去解说过。整体感受是吗？整体感受就是看的手心发痒。平时也经常打球是吗？对对对。第一名将获得神秘大礼包，在第二天的比赛直播战士将进行开箱。
现在
Thank you.
太小了。车开是来练车吗？
这是我们队的吗？我什么都看不到，我近视了，就我眼睛戴美瞳难受的。这是要出事吗？太难受了，我是驾校了。对啊。为什么要出事？特斯拉。不是会变成特斯拉吗？特斯拉是没声音是吧？没有人接，太累了。专业了吧，未免太专业了，西南方向都出来了，西南方向你都说十二点方向了，哎呀太准了，未免太想赢了吧，太想赢就是奔着赢来的，哎，中国怪本来就打这个的，不是小歪，小歪是吧，该是中国怪啥中国怪是做的，为什么谁倒了，他是自己握下去还是倒？
腰啊，快去搂他，搂他的腰，对，救活他。搂到脸上。他的不烟。健身吗？健身，还在吃午饭吗？跑步比赛。对呀、啊，我们在里面爬山吗？太认真了。Thank you.
店吗？这是这是这是蝴蝶店商场吗？Yeah.
换的，放心，全部换，我给你保证。老子枪。我不打你。然后希望把头巾送给
热血赛区运队三号 U9 李振英，七号 Rice 任豪，八号李明瑞，九号王志文，77号 U9 陈佑维。
进攻方完成得分之后，不和控球。真的很不错，谢谢。
应该把鞋垫上。哈哈哈有点过了，吐出来也不太好。没事吧？干什么？我没有叫。没事没事。
十九位，那拉开就完事了。Thank you.
热血B队两次罚篮。
两次罚篮都进就追平了哦，小李。凶点，最后一分半，身体，最后一分钟赶紧顶一下，再来个胸，听那个高教练的，凶点。不行。
三秒钟啊。就是他们罚罚两次，还要罚一轮。新创呀。你们把我罚好看。这球很重要，这球很重要，这球。要个快两分或者三分绝绝杀，不打进你要个快两分也行。来呀、啊！热血绿队进攻主角，是不是没有在场？
欢迎下一位运动员丁楠。楠楠子，哎呀，受伤了吧？就是装吧。欢迎下一位参赛运动员刘仁宇。欢迎下一位参赛运动员纳木阳子。
的也请瞅瞅，打开我们的可口可乐打 call 屏的手幅，为你们赛区的队友们一起打 call 助力。来看一下瞅瞅抽到的这个打 call 福会是什么，大声的念出来。高光是你，高光是你。好的，非常棒啊。那么最后呢，也请我们的瞅瞅拿着这个可口可乐瓶呢，和我们的小可一起打开这个手幅啊，一起合个影。好的，接下来呢，接下来也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解说台。用另外一种方式，运动和新闻媒体中间的
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最畅爽最带劲的可口可乐打 call 时刻啦，请大家拉开自己手中的手幅举起来，并且喊出上面的打 call 语，大声的为自己喜欢的选手们打 call 助力吧。那么我们的镜头呢，也是将会捕捉到最畅爽最带劲的打 call 表情出现在大屏幕上，这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大家都展现出自己最畅爽最带劲的打 call 表情，让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都看到自己最支持的选手，最喜欢的选手，来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以及手中的手幅和打 call 语，让我们的镜头锁定这名最热情的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大家的好，来准备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一二三，为他打 call。 好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的镜头呢现在是锁定了一名非常热情的观众啊，稍后呢这名观众也将会收获到一份由可口可乐送出的运动员同款加油包，让我们恭喜这位观众。好的，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我们非常精彩的赛事当中。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有请参加男子五十米短跑决赛的运动员入场。Thank you.
好的，让我们恭喜董浩然获得男子50米决赛的冠军，恭喜浩然。